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人物现场节目。今天我们将聚焦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中非论坛的亮相，这是他们自北戴河时间以来的第二次公开出席大型社交活动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，这是一个由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媒体人、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，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，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。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，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修正错误。网友可以参与讨论，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。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，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。The car.